是一个17岁的日本小妹妹，但她不甘心做一个亚洲人。你看，妈妈生错了，她不应该生在日亚洲，她想生在法国、欧洲。那没有关系啊，就来做。她就开始慢慢进化，进化论。从这张17岁、19岁，哇，这张脸哦，已经开始有点西方的感觉了。对，但还是一个亚洲脸，可以了吧？她要做欧洲人啊，她生错，她不要在亚洲。现在，像不像那个这个利夫？是不是像那个什么？有一个那个好莱坞的明星利夫泰勒。